泳技术学院坐落于罗永府孟岸行政区塔巴都区大兴马哈拉州，我校占地面积182.4亩。在过去，职业教育部门和罗永技术学院是作为罗永木工学校而开办的。我们现在被称为罗永技术学校，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，从而培养和发展技术型人才。学院在素西普阿鲁勒安先生以及教务处副主任阿努帕瓦萨西里先生、人事处副主任纳塔里西里宫班亚坡恩女士、学生处副主任尤塔纳阿宋戈里女士、策划合作处副主任普密帕盖尔蒙博士四位副主任的管理之下，取得优异的成绩。罗永技术学院设有两个层次的学历文凭，一是授予职业证书，二是授予高职证书以及毕业文凭。学院总共分为5个部门，21个分科。首先是工业学院，由汽修、生产技术、电子技术、人工智能、建筑专业、石化、工业化学、橡胶加工技术、工程测量构成。由会计、市场营销、销售、文秘、办公室管理、电子商务以及统计学构成。第三是经济管理学院，由营养学以及经济管理专业构成。第四是旅游管理学院，由酒店管理专业以及旅游管理专业所构成。第五是信息技术学院，下设信息技术专业。罗永技术学院致力于引导学生和谐互助，德才兼备，遵纪守法，全面发展。